三级课程的大纲和进度，我给各位交代一下。这一期主题是果树，果树的目的是造成一个志向。这志向由什么构成呢？筋结骨肉皮血组成人体。用玉堂进京的三要素来说，也就是用笔和实事。果树出来的字还要注意调整，称为结字。光有躯体还不行，还得有灵魂。所以之后讲了心法。这心法是潜意识的活动，而意性可以触发心法。加入了心法，这个志向就完整了，活了。一幅书法作品就是作者的心电图，书写那一刻的心理活动，生动地记录在纸上。和心电图不同的是，书法作品会呈现出作者的神采。就书法创作而言，到此就结束了。那怎样评赏这作品的神采呢？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。首先，什么神采好，什么不好，标准是什么？神采是人心的表现，人品的表现，审美的表现。所以看神采等于看人的风度，风采。神采是抽象的东西，神采所表达的韵味称为神韵。所以古籍中常有气韵、神气、品味这些名词。这不单是论书法，论文、论诗词、论画、论琴都一样。清代有个享有盛誉的鉴定家郭尚先，他鉴定书法作品的高低优劣，就是看作品气韵。郭尚先说，观古人书，只需望其气韵，便自不同，不待归归任形似也。唐代张怀瓘说，微观神采，不见字形。郭尚先说，只需望其气韵。两人意思相同，观赏书法作品主要就是望气。书法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气韵的雅俗，跟看人风度一样，高雅还是低俗，一眼就分出来了。那望气有什么标准呢？清代刘熙载总结过，他这样说，凡论书气，以士气为上，若腹气、兵气、春气、四气、将气、府气、仓气、排气、江湖气、门客气、酒肉气、书损气，皆士子气也。这刘熙载连续说了14个气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古人早就知道书法是抒发心中之气，这是书气。刘熙载说以士气为上，是泛指读书人，士气又称书卷气。孟子说，我善扬武，浩然之气。可见气要长期养的。苏东坡说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就是养气的方法。诗书主要是文史哲
方面的书，指导人生观的。如果你只看怎样煲汤之类的书，帮助不大。接下来讲了十二种书气，刘熙赞都是否定的。第一种，妇气。妇气就是作品带有女人味，听起来简直是性别歧视，但也要具体分析。如果作者是男人，写字写出女人味，这个有点娘娘腔。当然，我们也接受，因为世界上是有这种情况的。如果作者本来就是女人，写出女人味好不好呢？我们现在可见的，如唐朝吴采鸾抄写的《唐韵》，又如传说给宋宁宗代笔的《杨妹子》，这都是女性作者。女人写出女人味好不好？她是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性别差异历来是艺术表现的重大题材，当然是好事。现在有一种怪论，说女作者写字像男人写的，那就是表扬她，意思是写得好。这就令人想不通了，女人字为什么要表达男性的风采？刘熙赞有点大男人主义，不过他是古人，那时候的社会环境跟现在不一样。接下来，兵器，这是古代的兵。有句话说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。兵器就是蛮横之气，然后是春气，这容易理解，现在叫土气。土气其实有淳朴的一面，可惜现在有些影片还在嘲笑土气。接下来，士气，小市民低俗之气。接着是匠气，艺术品是生动的，心境是不可重复的。如果你把艺术当作生产，总是一模一样，这就是匠气。下一个，腐气，迂腐之气，不合时代。然后是娼气，娼指粗鄙的人，举止庸俗粗鲁。苏东坡《靖州诗》讲那地方人迷信，游人多问卜，娼首尽邪归。后一个是排气，排指伶人，古代常指杂戏表演者。演戏只能在舞台上演，你不能做人如演戏。要是人家说这个人怎么天天像演戏，那就糟糕了。排气指假、做作、不真实。下一个，江湖气，这大家都知道，不用解释。然后是门客气，门客是靠主人吃饭的。门客气指逢迎奉承，俗话说拍马屁。最生动的门客描写，你可读读《红楼梦》17回。最后两个，酒肉气，书损气，
一个吃荤的，一个吃素的，本来没什么不好，但过了度，大酒大肉，那是水浒传。我小时候庙里的高僧都是瘦的，面有菜色，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学问却很好。尤其在说皆世子妻也，读书人不会这样。当然这只能参考一下，帮我们了解一下前人的看法，有些观点显然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。我老师对我讲过，字写清了就好了。中文有个词，神清气爽，形容人的一种风采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清字，清了就雅，清雅。清雅的反面就是低俗，具体界限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二，神采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个人化。世界上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种个性。个性可能有相近的，但没有完全一致的。所以书法作品所表现的神采是张张不同的。中国老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个性好像烙印，一个人的作品总会带有他个性的韵味。以苏州博物馆文征明《游虎求狮》为例，现在市面上有一伪作，第一个字短，左边是真迹，右边这个不要说功力差得远，就以神采而论，哪有一点文征明的影子。作为者最难的就是得到原作者的神采气韵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第二点，阶段性。刚才说的是人跟人神采不同，但就一个人而言，人生不同阶段的神采还会变化。你五六岁写的字跟五六十岁写的字肯定不同。儿童字神采是先天自信，所以儿童字的天真都差不多。成年人的神采除了天性，还加上了后天自信，即涵养出来的那部分。涵养会影响到作品的神采，使作品呈现出阶段性。以王羲之为例，南朝去晋不远，刘宋于和看见过许多王羲之早年的墓迹。他说，羲之所书子子多是少年临川时记，记不足观亦无趣也。注意，那时候王羲之是用一种紫色的紫，这是染色熟紫。年轻时期天性多，涵养少，所以不足观。临川是地名，王羲之做过江州刺史。于和说，那时候书法还是不行，还写不过语意。
南齐隐士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起说，一少自吴兴以前，诸书有伪未称，凡觉好记，皆是像在会稽时永和十徐年中者。这是说王羲之的成就是他出任会稽内史之后那十来年里取得的，已经四十多近五十岁了。这阶段王羲之步入炉火纯青的台阶，写出大量精品，这不单是技法的进步，更重要的是性格成熟，涵养深厚。王羲之《十七帖》这些信是他最晚期的作品，这一个时期的作品当然要特别注意。年轻人喜欢怀素《自叙帖》那种龙飞凤舞，讲到沉稳平和，年纪太轻就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，这就是阶段性。孙国挺说，通会字迹，人书俱老，仲尼云五十自命，七十从心，故意达以显自情，体全变自道，亦有谋而后动，动不失宜，时然后言，言必众理矣。是以幼君之书，末年多妙，当元思虑通审，志气和平，不羁不立，而风归自远。涵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书法家比较少的原因。心法远比技法难，即使功力很熟，但年轻，性还未定。涵养要跨过几个人生阶段，才能开花结果。第三个特点，随机性。人的情绪变化是时时不同的，所以作品神采是随机表现的。有人在我朋友处看到我写的一张作品，于是找到我说要一张一模一样的，我告诉他没法写，书法作品都是唯一的。唐朝何言之兰亭记说智勇临写过800余本征草千字文，这800本肯定没2本是完全相同的。又传褚遂良写过500通阴符经，没有人可以写出2本一模一样的。就算你临写阴符经100通，每一通也是不同的。第四个特点，相对性。神采很难说好坏，只是相对的好，相对的差。就拿王羲之来说，韩愈还批评他羲之俗书，称之媚，太漂亮，所以给你一个评语，俗。李白说王逸少张伯英，古来几许浪得名。李白说他们两位还赶不上怀素。杜甫这样评张旭，吴郡张颠跨草书，草书非古，
空雄壮。杜甫认为还不如他的外甥李峤。张怀瓘说，易少，峤有女郎才，无丈夫气，不足贵也。那草叔谁好啊？我呀，我张怀瓘写得好。杜甫又说，书贵受印方通神，揉脑了写肥字的苏东坡。苏东坡反驳说，杜陵评书贵受印，此论魏公武不平，审美观无法统一，所以书法也不可能有绝对标准。我这里告诉各位，总有些人不喜欢你的。你学习书法是抒发心中志气，这就够了。简言之，气运好坏只有相对标准，没有绝对标准。别指望所有的人都称赞你的作品，你有几个知己就很幸福了。越是深入，能入眼的作品越少，你越孤独。没学书法前，参观展览会觉得张张都好，等你学书法多年之后，一个展览会没几张入你眼了。为什么？眼界高了。阳春白雪何则迷寡，你的朋友不会太多。谢谢各位。